关注我啊，和我一起赶海抓海鲜吧，太好玩了，嘿，别挣扎。Thank you.
的，又来一个啊，又来一个，太多了哈，我估计抓一会儿就会爆棚了。这里又来一个，看看，是不是？爽不爽，朋友们？太过瘾了哈，又来一个。这刚跑到好地方啊，真的是，螃蟹抓的很过瘾。接下来有一个啊，又爆了，这里又来一个，太小了，不要了。这个还行，这个这石头下面啊，螃蟹太多了，漂亮，这个大。来了，带你们赶海了。这里发现一个大海螺，哇，可以吧？可以不可以？收。这里又来一个小一点的，哎呦哎呦，漂亮！这里又来一个，哎呀，看看，漂亮！看看这里哈，又发现一个海螺，来吧，收。这里发现一个漂亮的派大星啊，这个大，这个可以收。这里又发现一个啊，哇，哈哈，可以啊，漂亮。这里，哇，这是好东西啊，朋友们。哇，哇，哈哈，哎，上，这里又发现一个漂亮的紫色派大星。这里哈，这里有个小螃蟹，看有没有大的，那个小的就不要了啊。哎，没有大的。这里又发现一个海螺，看看，今天的海螺多哈，螃蟹不多，螃蟹太少了。这里一个小的，哎呦，走吧，看这里啊。哇塞！又发现一个超级无敌大海螺，哇哟！漂亮，朋友们！哎呀妈，手怎么受伤了？太好玩了，朋友们！螃蟹不多，海螺挺多的哈。喜欢的朋友们加个关注吧啊，点个小红心啊，带你抓赶海抓海鲜，带你们赶海了。下来，先发现一个派大星啊，这叫派小星吧哈。挺好看的，是吧？这个洞里面我们发现大货了啊！哇，哇，这也太大了，我们漂亮，收！哇，看这里，这个，哇，这也太爽了，朋友们，收！这是一个小的哈，小海螺，别动了吧？别动，这个洞里面啊。
来一个螃蟹，你给我出来，你嗓子还挺好的啊，花盖蟹一个。看这里啊，我感觉是有货的，因为这里有新鲜拔过的这个沙土。哎，看，来，哎，过来，又一个花盖蟹，收。看这里，这里又来一个小红，小红腿赤牙红，来吧。看这下面握着一个这种石头蟹啊，哎呦我的乖，哎呦我的，夹谁呢？跟谁俩呢？哦，放了你吧。前面前面，哇，这是个啥？这边一个眼睛，一个眼睛，一个嘴，像个骷髅头一样。哇，这太太好看了，漂亮，宝贝啊！收了它，收了它，收了它，太好看了。哇，这个地方，哈哈哈哈。大不大？这肉，这种海螺绝对好吃，我们啊，漂亮，瘦。哇，这个洞里面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朋友们，哇，这么大螃蟹！哎，别夹我，哇，太大了，这个瘦。这里又来一个小的花盖蟹，看看，别挣扎，觉得好玩的朋友们啊，点个小红心。关注我，和我一起赶海抓海鲜。发现一个正在爬过来的海螺，呵呵，海螺妹妹收。这里我发现一个啊，看着啊，看着，来来，我，哎呦我去，这个大这个大，哇，大螃蟹收。看这个石头下面啊，刚刚我看见躲进去一个螃蟹，哎，对对，在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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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子，哎。哎呀，这个螃蟹要产子了，这个放了吧。这里，这家伙跑得快啊！发现一个皮皮虾，哼，还想跑，收。这里又发现一个海螺，哼，哎呦我，可以啊，漂亮。看这里有个猫眼螺啊，看，在这拱地呢，当然是这是拱的，过来吧。哎，缩进去了又，收。这里我发现一个派大星啊，这里，哇塞，这个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啊，收。看这里，哇塞，发现一个好大的这个八爪鱼啊，章鱼，大章鱼，我们，哇塞，这也太过瘾了，哈哈哈哈，看这腿长不长，哇塞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朋友们。收。这里握着一只螃蟹啊，花盖蟹，你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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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收，还是个公的。嘿，看这里发现一个，哇，这个好螺，好漂亮的螺，好像没有肉了。哇，这个颜值啊，朋友们，这是丁螺哈，是不是？这个颜值太漂亮了。彩色的丁螺，第一次抓到哈，觉得好看的朋友们，帮忙给个小红心，太漂亮了啊！这里又发现一个派大星，紫色的哈，回到家给他做个标本吧。哎呦，收！看这里，这里又卡一个皮皮虾，是不是？来吧，我带你去找个女朋友。哎，觉得好玩的朋友们哈，点个小红心啊，关注我哈，和我一起赶海抓海鲜吧，嘿嘿。